这里是森林溪的青龙瀑布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现在瀑布的水量非常多，瀑离石超过10万，可以治疗病痛。今天的天气很棒，没有下雨，你看里面云雾缭绕，哇，这有瀑布呢，真水哦，有神仙出现了哦，仙气满满，仙气满满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负离子、温多金都非常的美。你看，青龙瀑布的水由天上来，非常的美啊、哦！你看，这是天上的天空。里面云雾缭绕，神仙下降，大家看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哦！啊，里面还有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来参访，这是我们里面的好邻居，有几个也跟着下来，很棒哦！这个环境非常的好，还有木头造型。杉木的垃圾桶很有特色，这里是青龙瀑布，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，这个青龙瀑布非常的美，尤其刚下过雨，它的水量很高，现在已经近黄昏了，大概4点多，你看它的瀑布从天上来，开始流到日月潭去，然后再流到大河大海去，非常美，非常美哦！你也看哦，真水哦哈、哦！这山边嘛很有特色哦。你也看这水安尼呼呼叫哈。洁白如霜啊！看起来是瀑布还是云雾，看不清楚，但是就是很迷人，很吸引人。今天特别硬走下来，就是要录这个瀑布，让大家分享。你们没有来的，可以看到这些瀑布，感觉如何？有水无？有水哈、哦？有水，我足辛苦的行来到这，等下还阁足辛苦的行转去森林系的主题会馆吃饭哈、哦。我现在肚子已经很饿了，所以大家如果我这么辛苦照得很漂亮，请你们帮我按一下赞啊！哦，有看的嘛，你按一下赞一下哈、哦。你也看，迄水安尼哦，呼呼叫，一直起，你也看，很美，很美，很美，哇，水啊！这蛮好做瀑布，我伫个遮近的所在哦，翕着吼，哦，真水。你看伊的水咧流，安尼流流流流流，嘛要流水啊！哦，应该是流去太平洋吧？哦，水啊哈！哦啊，这云雾你也看，迄仙气已经弥漫啊！这黄昏的时阵吼，遮的神仙拢倒来要休困啊。下暗因要因时间到，因就直接困，直接修炼。这云雾真高，愈来愈高，愈来愈高。你也看，哦，真赞啊，真赞啊！有够水的，水当当。哦，这看了这不想要。想要回去吃饭，要再继续再翕下去。各位乡亲，您看安尼有水无？这唔该学做水哈，青龙吐水哈，青龙吐水，学做青龙瀑布。啊，这新鲜
嘛拢倒来咧欣赏啊，知影阮来哦，迄云堆拢搭起来啊，拢倒来啊，拢围倒来啊，哦，这地理非常好哦，无简单啦吼，会当来到遮吼，是一种福气，啊会当行来到遮，嘛是一种幸福。啊，请各位乡亲哦，你若喜欢吼，有当时吼，用来森林溪吼，来做一下临场感，特别来行来青龙瀑布。哦，落来十分钟去哩嘛，十分钟尔，哦，袂介辛苦，啊，不过去哩可能会真辛苦，我即马也袂确定，唔知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不要紧，咱也当作咧运动，身体健康，安尼好唔好？感谢啦，啊，你若看了袂歹吼，看了有水吼，有欢喜，拜托拜托，给我按一下赞诶，哦，给我冲人数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感谢，再见喽。拜拜。